那我们继续来一场拳皇98 C 的解说，现在1P 大二对战东丈。Ready go！ 现在比利非常的疯狂，直接起，哎，还是被东丈疯狂的压了起来。比利好像有被压制的感觉，哎，跳出了板边，这个动作非常好。哎，然后东丈是疯狂的连击。哎，这次一个抽下盘，接了个大招，上快可以接大招。哦呀，比利死得太惨了，这一次。东丈只掉了一点点的血。现在是维斯。哎，刀了一下，掏了一下。哎，很犀利啊，维斯。哎呀，还是一不小心被东丈打到啊，这个莱特连招打到反击。如果不失误的话，这个威斯危险了，甚至会被一炮打死。哎，但是没接上，好像给威斯留了些机会，没有接啊。哎呀，大招又接起来，再次接一个顺风锤，威斯已经晕了，支撑不住了。我们来看莉安娜。莉安娜，我们看说是非常高的攻击啊，这个，还有超远程的腿下，哎，大招没打中，反被东丈来了个大招，但是莉安娜的长板还是让人佩服。哎，他们的 AB 闪是用的都特别的精准啊！现在是抓了个好机会，东丈直接一套带走莉安娜。